豪奢宅概念呢，早就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奢华，它更要是一种艺术的展现。今天我们要来看国际豪宅教父罗芳明的全新大作，这是一座有满满父爱灌溉而成的百平豪华别墅。据说呢，它奢华又舒适，而且呢时尚还非常具有前瞻性。哥，我知道有很多你的屋主都是看了就是爱住设计家，然后被你的作品给惊艳而找上你合作的。这一次的这个百平豪宅，听说也是一座充满父爱打造出来的豪奢新作品吗？业主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母亲呢拉拔长大以后，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刻苦的然后创业，所以说他对整个事业的态度非常严谨，以身教的一个模式去教育他的小孩，他希望我帮他创建一个家人都可以非常愉快，非常喜欢在这里团聚一起生活，不要有家人啊因为生活而分散奔波的那种感觉。他总共有六层楼，一楼客厅，二楼主卧，三楼大女儿，四楼小女儿，五楼儿子，六楼娱乐厅，所以整层楼的打造是非常的按照生活高水准的去做要求，前卫的往前走，再加上所有的材质全部拉到最高点，不管是全光谱灯光也好，意大利大板也好，镀钛也好，无毒的水染木皮，以后这次又加上拼花木皮，更加无毒健康前卫美观高雅。现在这个公领域空间它是一个长条形，第一个要挑高，拉高了以后，第一个就把压迫性先解决了。那压迫性解决以后，再来就分段，第一段前庭，第二段客厅嘛，第三段就是用餐嘛。这三段各自领域都变成正方形，要促成一个空间的一个扩大，有两种手法。你如果可以往外扩张，或者是往上拉高，其实还有第三种，就是往下拉伸。这种尺寸的话，就是我们最早讲的 X 轴、Y 轴、Z 轴视觉的端点，整个空间展现上去的时候，第一个心情就愉悦了。我看了 Alan 哥的作品大概有十年之久，每一个案子你不管在尺度、在设计上、在规格上都一直在突破，然后一旦突破了你就回不去了耶，然后你就把尺度越拉越高了。如果以电视墙这个尺寸来做食材的话，那我们大概不止十倍，我们整间在用，我记得用掉9000多材，那我们这次又新加入了拼花木皮，在欧洲在世界各地都是用来做精品酒柜，精致的精品柜或者是端景柜，有没有拼花木皮啊，把水染的木皮用人工去把它割成不同的花样，而且这个花纹还是你客制化设计的。是的，这是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片。这条曲线下来以后，整场都同一条曲线，不管是灯光也好，所有的屏风也好，不同的材质但是同一条曲线，它的颜色跟旁边的木皮黑皮要必须一致，它的浅皮要跟大家柔和，整体的打造一个空间，一个设计豪宅，它必须要变成建材，它要在我们的结构里面一起设计完成。我的设计走到这个阶段来，突破到这里，灯已经没办法用采购的方式，我们的业主有很多业主的需求，那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花。在设计空间的时候连灯一起设计下去，它不是单独一个灯，它是天花板的一部分，整体跟空间更融合在里面。你看我们挑高这么高，一般的公寓可以变成别墅，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整个空间拉伸一倍，你才有办法去做出那个高阶饭店精品饭店的拉比的那种感觉，让我们的空间能够把它展现出来。来找我们的业主都是精英，在人生的成功相当的顶端，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智慧都非常高，他的鉴赏力也非常好。你说他住的房子的话，你要怎么给他？所以除了他的材质 OK 以外，设计 OK 以后，你还要融入美感跟设计。奢华里面来讲，我们喜欢金色，可是金来讲的话，它不能落于庸俗，所以我们尽量采取淡金的方法在走。
这场细致的地方就是从灯光、家具、所有摆饰，你仔细看到的全部都是同样的，所有颜色里面，黑色、白色、灰色、梦幻金色四个颜色带过所有的 everything， 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度，他们到处都看得到，可是到处也都是互相搭配跟呼应。嗯，从门口一进来，一路到最里面，在同一个视觉空间里面，几乎是完全 match。深圳的豪宅除了将顶级建材大气奢侈的使用在视觉大范围之外，真正讲究的是在细节处，如接缝转折处，更是全面以进口定制镀钛做包覆，从而展现出一个顶级豪宅该有的高端顶级亮质的面貌。六层楼在打造的时候就已经都分配好了，一个父亲三个小孩，他小孩会成家啊，大概一家人在那边吃饭吃早餐都可以，那如果聚会的时候，那刚好两座下去。这里空间的氛围也蛮像那种很顶级的法餐包厢当中，很隐秘，然后每个细节又很奢华，然后每看过去都是端景。 Alan 哥，十多年来你的设计手法、工法还有使用的材质不断在向上突破，可是让我感觉你从来没有变的初衷就是你的设计哲学，观人、观景、观境。巴卡拉在很多欧洲皇室贵族的眼里是璀璨华丽的代名词。创意豪宅教父罗芳明运用独到的设计手法，以高贵的建材以及细腻的工艺，诠释了当代东方的新华贵风范。Alan 哥，哎，明姐，我要先代表设计家来恭喜你。最近得到好多座室内设计全球的顶尖大奖，哎，像是 Paris Design， 你拿到了室内设计类全世界唯一一座金奖，还有英国房地产大奖 IPA 的优胜，真的是我们台湾的室内设计界的之光，恭喜你，恭喜你！今天这个作品我很兴奋，因为在梯厅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艺术的氛围。整场用了1000多支的艺术水晶，可以说是我们室内设计界的艺术品。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导览一下？非常荣幸。艾伦哥，你这个最新作品从每一个角度去欣赏都像是艺术品一样。我跟他讨论的时候发现他最爱的就是巴卡拉的水晶的一个艺术造型。其实讲到巴卡拉哦，它是欧洲很多的皇室贵族最喜欢的艺术作品，所以你在很多古堡啊宫殿当中都会看到巴卡拉，所以今天这个场域呢就让我觉得好像踏进了欧洲的古堡，它已经不是金碧辉煌的感觉了，而是你围绕在璀璨的光芒当中，头顶这座我觉得它好像是这个城堡当中邀请来了上百位的芭蕾舞灵在跳圆舞曲的感觉。水晶来自于宫殿的一个印象，皇家贵族最多的艺术活动里面，除了话剧，那就是芭蕾。这每一颗每一颗的葫芦灯很像芭蕾。为了要跟整个环境去做融合，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层次，也做了很多的一个颜色，有水晶的一个优雅亮丽的一个艺术创作以外，我们再融入它所谓的舞者优美的一个精神。近几年在 Alan 哥你的作品当中，你已经舍弃了传统的灯具，而且把水晶建材化，打造了独一无二的照明艺术，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灯。所以每一颗灯完全不重复，都是唯一的一颗，它自己本身也很多的功能，它把梁柱都给收光，在安装啊在布置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破损，大概2000支左右破到剩下1700多支，可是你却不觉得它庸俗，你反而感受到的是一种优雅华贵跟璀璨的氛围。空间里面没有一幅画的存在，因为我们在打造艺术品，因为我们的陶板都是按照整面就是画。我很喜欢这个概念，一般呢我们的室内空间可能要靠艺术品来装点，但是因为 Alan 哥他已经把这个眼界拉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他在打造一个本身就是艺术作品的空间，所以在这里面呢每一个细节它才是艺术品的主角跟重点。以地面来讲的话，地面到墙面的延伸到天花板整个反向，它延伸都是一致的，我们连天花板的材质都跟着地面材质做运作，跟墙壁去做延伸。
玄关跟客厅你选择了一块深色的大理石来做空间的界定，那我觉得也把深色聚焦在整个空间的正中央。为什么会当初定调这个颜色？它就是在你最重要的地方，就像你我坐在这里客厅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华贵，非常的有贵气。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一个非常精准的运作，它是一个精品，一个艺术的放大版。我们四种材质，我们的陶板、我们的镀钛、我们的艺术器、我们的彩绘水晶，不断地堆叠出各种不同变化。他所想要、所喜欢的东西，不是摆在面前用看的，而是他可以实质生活去触碰的，然后去感受到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光线的传递，因为我们的光源一打，然后水晶会散，然后它会散射。当它散射的时候就不会刺眼，它把光线都折射了，全光谱的一个光线处理，所以在不明亮了以后再加全光谱，会让整个空间的协调，尤其到了晚上那种色温呢、是非常 comfort 的。所以光是在地平材质的选择跟色系的不同呢，就可以马上让你很无形的界定了空间，整个感受也不一样。这次作品的玄关它就拥有这样一个双向串流的动线，串流的动线就会产生视觉的延伸，视觉的延伸就会产生空间的放大，感受到一个 comfort 舒适的感觉。所以在你的作品当中呢，几乎可以发现每一个空间它都是串流起来的，它都是连接起来的，那么走起来就会觉得很行云流水，很流畅，而且空间真的很大。那么从客厅的芭蕾舞林圆舞曲圆形的这个语汇呢，也一路延伸到了我们的餐厅。我们看到了很多圆的意象、圆的语汇，像是这一道圆弧玻璃，听说本来是没有的。空间它本身必须要有一个对称性。我平常在外面工作已经很辛苦了啊，日理万机。回到家，我想要calm down下来。当我看到东西的时候，我都希望它是一个协调的。那里是个弯弧的一个原本建筑体，那我们对称过来这边，就要跟着同样的一个弧度的弯弧。所以你走进这个空间以后，你第一个发现它是一个同转度、同轴心、同弧度双向的对称，我的眼睛视觉就不会去产生不平衡。而且把餐厅呢安排在这样一个圆弧的曲角，我觉得也再适合不过了。一来它有一点像是一个独立出来的空间，再者呢你准备了一个可以宴客的这个大圆桌，圆本身就是一个圆满。其实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中岛也是可以用餐，为什么还是独立一个圆出来？我就像我们在过年过节啦，啊，或宴客之类的，喜欢团圆的意象，对，会对宾客啦或自我感到一个圆满，或者对宾客的一个尊重。这个圆的中心点，跟这个中岛的一个中心婆点，他们是串直的，同轴圆，跟圆心对称，脑力跟视觉的运作降到最低，所以你会产生一种很 comfortable 的感觉。所以再加上我们用水晶的一个引带，把客厅引带到餐厅来。那因为灯光的关系，需要一个用餐的一个漂亮，所以我们把灯光稍微下沉一点，平扁面宽的客厅。餐厅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拉长一点立体，让它稍微有点重穿的感觉。中点圆心穿到圆心上面，你走到哪你都会觉得，这个空间好像一点都没有弯曲，没有失去平衡。而且你的这个同心圆的圆舞曲 Number Two 在我们的这个餐厅这个部分，你利用了一个不一样的深度去创造出一个聚焦的效果。我觉得同样材质在你的手中就是玩出不一样的感觉。因地制宜，因功能而变化，再加上美感的穿梭，下面的圆是比较缩小的圆，那我们纵观往上拉，拉到五米多，对它来讲就是非常有 balance 的一个层层堆叠的感觉。而且透过你的设计手法，把视觉跟空间通通都展开来了，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成为整个空间的端景。因为我们的视觉是一体的，我们在看那个艺术品的时候是用观赏的，不是你用一颗灯把它照亮，最好灯都融入在艺术画里面，它让它自己去发亮。在每一场高端稀有的客制化豪奢宅中，罗邦宁总监借由观人、观心、观境的特质，赋予空间独特性，将百平单层公寓打造成气势磅礴双层别墅般的挑高视觉效果。他手绘特制独一无二的璀璨灯具，就像为每间豪宅注入独特的生命灵魂。在珍惜工艺打造下，缔造屋主心中梦想的珍贵豪邸。
我认为豪宅最重要的就是客制化。在现在的后疫情时代，家庭因为我们的设计产生一种美感，美学它并不是一个风格，而是一种环境所产生的氛围。而这个氛围，因为我们所有的实用主义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后，就可以打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优雅舒适的空间。我认为豪宅最重要的就是客制化。这个客制化不是指我们要用多么绚丽的材料，或者是说要把格局做到让别人一进来就哇，好像很大气，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概念。真正的客制化是我们要对生活方式理解，那我们怎么透过这些理解创造多层次的生活方式，一个动线格局，还有科技的仪器协助客人去解决这些空间上的问题，这个才是真正达到客制化。所以我认为豪宅的设计思维是要系统的整合，系统的整合倒不是说风格的整合，你想要做美式还是新古典，都可以从网络上拿到很多的照片，要求设计师说哦，我要这个画面。可是这个画面它后面它涵盖的系统是什么？阳光、空气、水，比如说我们要怎么管控水的品质，我们可能从全屋的净水透氧的系统，水的温度，我们会做热回水系统，它可以像五星级饭店一样，你一开水就是你设定的温度。我们常常觉得一个空间最重要就是要有冷暖气，豪宅的选择要独立的地暖系统，甚至自动侦测湿度的除湿机可以去设定，只要到了湿度的量就可以自动的开启。再来就是空气品质，像现在的空气清净机，它也不一定是一个要插座的庞然大物放在你客厅的旁边，它也可以安装在你的天花板，作为一个整合的系统。关于建筑的部分，像现在有的建筑它是在城市的市中心，大家都会觉得开窗它会有噪音，以及空气品质不好，甚至有时候季节性你会遇到雾霾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做全热交换器，把新鲜的空气从外面抽进来再过滤过，其实你里面一样有循环，空气的品质还是会很好，反而是更高的一个提升。我会遇到很多人询问我艺术品的相关问题，我会建议在做室内设计的时候，把艺术品的灯光以及它要在哪一个墙面都先留白预留出来，而不是做大量材料的层次跟堆积，这样子它就不适合放置一个艺术品。可以用一两年的时间去走一走博览会，去看很多艺廊的开幕，去了解这个艺术家，去看一些展览，然后假以时日，你就会找到你心目中理想的收藏。艺术的收藏，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不平易近人。其实艺术的收藏有生活用品、跨界合作，有玩具跟公仔、摄影作品到插画，甚至是一些新锐的艺术家，你都可以去用现有的资源去收藏它。我觉得对空间而言，它不仅有加分的效果，我觉得对一个人的人生它也有加分，因为在你收藏的过程中，它会帮你创造许多有意义的回忆，不管是旅行，不管是对这个艺术家更深一步的理解，以及在你这个收藏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有趣的事情，都会丰富你的生命。做软装设计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发散式美学。发散式美学谈到的五感范围就是布料啊、香氛的设计、灯具啊，还有table setting。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主人的收藏。现在的趋势，大家会收藏红酒、威士忌，女生有时候会收藏餐瓷。餐瓷很多对家族来讲都是有绝对的意义，从外婆留下来的到有分节庆的这个餐瓷的使用，很多人都会把餐瓷放在厨房做这样子的收纳，但其实这种搬运的动作会很容易受损，所以我们做碗盘的更衣间，它在收纳上面其实是更加容易，在碗盘的色系的搭配也会因为你收藏了不同，它可以展示，可以去进行不同节庆的设计，还有配色的动作。这样子的碗盘更衣是解决我们收纳上的这个苦恼的事情，对于主人在宴客或者是在累积节庆跟家人之间的回忆都是非常帮助的。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酒的收藏，我们现在常常都是会用红酒的冰箱柜，可是这样子的柜它
它对于温控是有误差的。红酒有时候需要熟成，会根据木头的味道会有一些交互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可以在空间的格局上设计一个小的酒窖的收藏，可以让你的酒有更好的环境在这里陪伴你的岁月。那我觉得碗盘更衣室、酒窖的收藏，这些也都是在发散式美学跟你的 table setting 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包含酒杯你应该要怎么样把它放置。在后疫情时代，我觉得有几个趋势。那第一个趋势就是厨房设备的升级，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厨房设备，有一些独特的设备都可以简单的做出美味的料理。我们的洗碗机它可以自己洗的打开，然后就可以有烘干或者是排气的效果，甚至现在的蒸汽炉它可以做出20个人烤到蒸的不同的料理，那这些都是很神奇，可以让大家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帮忙就可以将每一餐很便利化的解决。厨房设备的升级，做菜或者是清洁上面都有绝对的效果。那再来就是中岛的设计，大家都觉得中岛是拿来做饭用的，但是实际上现在的中岛它有很多元的设计，除了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分食，在中岛的上面放不同的菜让大家像自助餐一样的去取用，还有另外一个是中岛呢它可以拿来做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大家现在有很多时间在居家，可以跟花店叫花材包，自己在家里插出一盆漂亮的花。在后疫情时代，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卫浴这件事情相对来讲就变得很重要，我会建议在室内设计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先预先规划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卫浴做小，可是我们必须要把每一个人有独立的卫浴的这个思维放进在后疫情时代的规划，那当然相对来讲它也会有一些独特的设备的优化跟改进，这也都是在系统上我们要预先考量的。如何创造精品酒店级的卫浴空间，温度很重要，我们会在卫浴里面放冷气跟暖气，最重要就是还有地暖系统。可是卫浴的空间我们一定都是瓷砖或者是大理石，它会有一个寒气，不管冬天或夏天有地暖的系统，对人体的保养以及对舒适度都会有很大的效果。我们也可以在shower间做一个比较大尺度，甚至会有座椅的设计，可以在里面进行蒸汽浴，属于你自己的小小 SPA。 那我们现在呢也会多做一个小客浴，把公领浴跟私领浴完全的分开，然后只让客人做使用，也很符合后疫情时代。其实卫浴它很攸关的是个人的习惯，其实也不必设计的很大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设计。在更衣室的客制化，有很多人有他的收藏，比如说我们会设计独特的保险箱，会有转表器，或者是包包的收藏。包包其实最怕的就是湿气跟温差发霉还有光照，所以我们如何运用天花板的系统去侦测到湿气，然后做出好的空气品质，来让这些贵重物品达到一个恒温恒湿，也是更衣室设计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做更衣室没有事先想到的问题，如何保有自己的隐私，大家就会很担心自己的私人用品有曝光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在抽屉做指纹锁，或者是有一些保险箱可以让你降低你焦虑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保养你的东西，如何保存保护你的东西很重要，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设计方式让你以后使用这个空间很如沐春风，不会有焦虑感，那也是我们设计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在现在的后疫情时代，家庭因为我们的设计产生一种美感，美学它并不是一个风格，而是一种环境所产生的氛围，而这个氛围因为我们所有的实用主义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之后，就可以打造出这样子的一个优雅舒适的空间。
这是一个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的透天，屋主他们的小孩本来要找我们做客编，那后来因缘际会，好，那爸爸妈妈就认识我们。长辈他们对于设计的想法其实他算是相对很开放的，他给予蛮高的一个自由跟发挥的空间，所以其实最后作品它就不太像是一个所谓人家讲的那种年长者的家。其实像这样透天宅，它的垂直动线会占很重要的决策角色，在平面上的哪一个位置一旦决定了以后，它的贯穿性到达每一个楼面后的动线其实是要交叉去检讨，我们其实是顺应着它本来楼梯的位置去增设电梯。基础的材料我们会选用无缝地坪或者是矿物涂料，在搭配这些比较有几何造型或是雕塑造型的空间的时候，其实它会呈现一个比较稳重厚实的画面感。我们可能在辅佐一些金属的材料线条，好比说香槟金的铁件啊，或者是说是用铁件去凹折一个比较几何造型的扶手，那同时间它有机能，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用美学的方式去解决它。最后可能会在一些特定的空间提高它的温暖度，我们会给予木皮，或者我们是提高它的一个质感好或价值性。那在 B1 的接待的这个地方，我们可能会选用石材来做这些材质上的表现。我们在这个此案做的一个改动，一楼上二楼这个楼梯的位置做了一点变化，就是左边移一个单位，一楼跟一楼半，然后一起到二楼，甚至到二楼到三楼这个楼梯的位置，它都是错开来的。那我可以创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光线的导入，我可以创造出来就是一个楼梯的天井的空间。那也因为我们这样子的导入，我们可以在多功能室的这个后面的采光呢，它可以往前延伸到一楼的餐厅以及客厅的位置。在一楼以及地下室的部分呢，前面的空间呢做一个楼板的切挖，然后让前采光呢可以有一个天光的效果渗透到地下室，然后在梯间也做了一个切挖，然后让这个空间的层次是可以从B1 到一楼，甚至到一楼半到二楼，它是可以直接一览无遗的往上看上去这样子。透过天地壁采用比较暖色的色调，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色调其实在长期居住来讲它其实是舒服的，基底它是一个温暖的色调。我们家具的部分其实可以依照客人的喜好或者是每一个空间想要呈现的感觉，那比如说以 B1 来讲，它本身有石材，它是一个比较有稍微有点冰冷的颜色，我们可以延续它，我们选用一些蓝色的沙发或者是吧台。那在一楼来说，它有一些比较温润的木皮中岛，或者是楼梯，或者甚至是餐椅，那我们也可以去搭配使用一些橘色啦，或者是偏红色系的沙发，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其实它在整个空间上会比较活泼，也会比较有张力一点。一楼的话就是一个算是最主要完整的公共开放空间，那本身房屋的条件它其实就有这个错层，那我们依照这个错层就延续它的厨房的规划，我们把它配置在后区比较高的地方，那前区比较完整宽敞的地方我们就留给餐桌跟客厅。那因为这个地方场地够大，他们也算是好客的个性，我们这边的话就利用沙发好去做一个算是接待区，可以在客厅看电视、聊天、接待等，我们其实还是有把它做一点区隔。原始的格局它是一个套房，然后两个算是雅房，就是厕所在外头。因为空间比较没有那么阔绰，所以我们其实就不给予它一个所谓的完整厕所的概念。那我们就会把它，比如说洗手台会拉出来啊，然后会把淋浴间跟马桶间完全独立开。在这个卧室里面空间整个穿透性会比较好一些。原则上呢，就希望较好的空间感是留给主要使用的屋主，三楼整个楼面我们就把它作为主卧使用。原则上其实材质大部分的基底是一样，可是因为空间属性不同，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组成的变化。卧室来说，我们可能会尽量选用木地板。我们可能会在，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三楼的卧室房门选用格子门。那主要的是因为，本身它其实三楼整层就是它的卧室。这个房间的门啊，它比较算是一个心理上的安全感的提供，而不是说真的是为了声音或者是为了隐私。这个廊道上我们也会多配置一个所谓的 mini bar。 好，那这个 mini bar 它其实是针对晚上要喝水这边可以处理，晚上要去小冰箱拿一个喝的在这边也可以处理。另外一边我们会把它保留一个较为舒适的厕所，那这个厕所里它的整体的空间包括无障碍的活动范围其实都是舒服的。降板浴缸的设计当然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提出的需求，那可能在这边就会把本来应该在一个扶手作用的设计把它变成是一个比较合理漂亮的多功能使用的铁件。作为长辈主要使用的空间，我们通常都会花比较多时间去讨论这些细节。在讨论这样子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第一个问题，其实是他怎么进入这个家。虽然说一楼他还是有一个玄关，有个主大门，但事实上他们的频率较高的进出还是会透过地下室为主。地下室从车库进到真正的室内，透过一个双大门进入后，他还是会做一个类玄关的设计。我们地下室我们就把它定义成也是属于一个公共空间，但是属于比较娱乐性质的，有吧台，有所谓的视听室。普遍来说，其实我们会希望空间的留白还是干净为主，所以我们把这样子的喜好跟它的合理的使用挪到 B1。 他们平常有些品酒的喜好嗜好，所以他们其实会收藏一些酒，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就把它跟 B1 的这个整个娱乐室或者是视听室做结合。酒本身它其实是半透明性的液体嘛，那我们透过这个展示柜打光的方式，从后方打光，也可以让这些酒跟酒液可以变成是一个展示的画面，就可以把它的嗜好跟展示结合在一起。这个案子其实能够圆满归功于我们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其实在布城的案子，其实它的规模来说有很多很琐碎更是一些复杂的一些事情必须要去处理，但是就是透过一个整合跟屋主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能够被安顿好，然后才能有一个比较像这样子精彩的作品。空间的形成就是人开始使用它才会存在。年长者的居住环境其实它不论是空间上的尺度、材料，它的一个生活经验堆叠出来的习惯，我觉得要透过前面这些事情的了解跟掌握，才能帮助他们打造出属于他们个性或者是品味的一个风格宅。是茶几、沙发三点一线的设置，客厅还有哪些设计关键让人一坐下就不想起来呢？今天跟着就是爱住设计家来看看设计师们如何实现无论独享或团聚都让人满足的客厅设计。在第一个案例中，设计师将居家空间结合屋主的潮流收藏，将复层住宅化身私人一廊，而复层空间在设计上什么地方是需要注意的呢？单层楼层的住宅空间跟多楼层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考量本身屋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生活的模式，尤其是这个屋主他本身是在家里工作，他在家里的时间非常多，所以他的楼上楼下的一些生活机能一定要符合他的习惯，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会非常的舒服舒适。大门一进来，你会发现它的
玄关区的空间很有限，原始的状况其实是没有那样的一个缓冲空间，我们是刻意把楼梯再往外拉一点，吃掉一点客厅的空间，所以进来你还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过渡玄关。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很挑高 view 非常好的很大片的玻璃，所以呢我们就把外面的环境跟阳光采光整个大量的引入。电视墙的部分我们整片做到顶，他其实当初呢他想用石材，可是这么大片他必须拼花，因为年轻人嘛，他不希望大理石做起来是那种很老气的感觉，我就跟他说我们可以请艺术家来画成大理石画，这个五米多大理石墙整个气势我觉得营造得非常刚好。所以我们从白天到晚上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白天看得到很多阳光引进的那一种感觉，那到晚上呢它会呈现一种很低调很浪漫的感觉，透过不同的光，这个白它就产生不同的白，白色会因为我们周边的一些光线影响，它会是灰白，会是冷白暖白都可能，它会有呈现不同的氛围。明亮挑高的客厅空间是大家的心头好，但是如果想要打造一个有别以往舍弃电视墙又有氛围感的客厅空间，又该如何尝试呢？我们在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嘛，那就是一个温泉宅，以台湾来讲就是北投啊阳明山，那国外来讲的话我们就会想到是日本，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好，我是不是把这个温泉宅的概念比较把它跳脱我们东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把这个思想放到了欧洲的这个地方，欧洲古堡洞穴风。洞穴风的风格呢，那它本来就是比较多的弧形去呈现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天花板啊地坪墙面的这几个部分我们就打破了它所谓的界限感，所以从地板到墙面到天花板你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线性上去的，那那个界限感也就模糊了也就打破了，所以它就更容易让大家群聚在一个很集合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中心。那因为呢我们的主题是欧洲的古堡，欧洲很多的植物是从石头缝里面长出来的，然后你会发现哎，好像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光线有一个小窗户，其实我想要制造那样的一个情境，所以我在我们的玄关的墙面上面我就特别去设计了这两个空间，然后去做一个装置艺术跟花艺，让这个植物好像伸到后面的墙面再从这个洞穴里面长出来。客厅的空间我们在墙面上面啊，我们就是一个弧形的墙面，那在家具的配置上面我们整个摆放的家具都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这样的摆放的方式，那我们希望这个客厅的它的最重要的核心是在中心点，我们想打造一个是所有的人可以群聚的围绕在这里一个围炉的效果，所以我们中间就做了一个壁炉，然后让所有的人是可以面对面的，彼此我们是可以情感交流的，可以互相聊天的，然后围绕在这个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从今天两个案例中，设计师们打造两种截然不同客厅设计，一个挑高明亮，享受宽敞的开阔的景致，适合社交聚会；一个隐蔽放松，摆脱电视，享受深度疗愈，适合独自静心。客厅设计灵活多变，正在收看的你，也不妨尝试打造出理想的客厅空间。成长的老屋象征着两代家庭的温暖，此次丁天福设计师将老屋翻新改善长形屋动线，加入新颖的色彩美学，同时注重现代化机能的使用，把坪效发挥到最大，成就满怀情感的现代简约宅，整合内外玄关，重新分配动线，以美型收纳作为门面主轴，透过木工柜体与涂料制成玄关屏风，让原先没加以规划的外玄关空间纳入室内，加强屋内外的隐私以及维护的问题，还能增加穿鞋的空间，
创造新的居家机能。在色彩规划上，结合深浅色系，注入现代风格。电视墙借用扩大纵向横向的设计手法，结合线条比例放大空间，加入铁件及木座，设计斜面端景，具备柔和的灯光点亮空间层次。沙发背墙从玄关延伸，破除原先拥挤的视觉感，米色漆面包覆，嵌入铁件延伸，创造简约大气的设计墙面。由于原先老旧的阶梯会让视觉杂乱，一楼设计隔挡提供利落的视野，再将扶手替换为白色耐磨漆。二楼则用灰玻结合白色系的铁件，变换新颖的楼梯视觉。二楼回归到舒适私人的空间，为了符合现代人对于用餐的需求，打造开放式的餐厨空间，加入中岛及 L 型厨具，补齐原先不足的使用机能，提升厨房的实用性。用餐区同样维持简约的设计理念，透过餐厨空间的规划自然串联起来。在餐厨后方加入符合夫妻的休闲爱好，摆放钢琴、书桌，成就弹性的娱乐阅读空间。设计大尺度书桌，不但能提供男女屋主务工使用，也能成为全家人的共享书桌。卧房空间选择深酒红的床背板，传递内敛精致的感受。圆弧的修饰放大睡眠区，同时也增加包覆感，提升睡眠品质。加入床头灯具，营造空间灯光层次。化妆桌贴布发光明净，提供完善的梳妆环境。丁天福设计师将跨时代的老屋重新翻修，梳理旧格局的动线，更新建材机能，赋予生活的生命力，为屋主制造简约的设计品味，重现未来生活的蓝图。57平的中古屋为一家四口的甜蜜居所，整体空间以桃花源为设计核心，沉浸的设计刻画隽永的居宅设计。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我们会先介绍沉稳色调、微素沉浸心灵的日式无印宅与开放式设计串联公领域，最后是低光源设计营造沉浸私领域。公领域将空间适度留白，并以不同明度的灰色调铺垫简约视觉。书房墙面木质格栅与佛堂顶梁柱设计，溢出浓厚的日式风情。最后再以精心调配低色温灯光设计，勾勒出隽永日式无印宅。入室后的玄关以弧形拱门与客厅连接，并以开放式设计串联客、餐厅与佛堂，搭配以镂空格栅分割的书房，不仅让家人间交流更紧密，也让自然采光创造开阔通透的空间感。私领域延续日式无印风的沉浸氛围，以中性的灰色调与木质交织。更衣间与卫浴利用隐藏门设计，隐于立面之后，维持清爽的视野。卫浴空间以红棕色引入侘寂与晦，使安静的空间调性得以展现。高师姐设计师以全方位的思考为屋主量身定制，巧妙勾勒家的模样，许给屋主一家最舒服的温馨定制宅。11平小宅透过微调格局与玻璃隔间放大单面采光，主卧利用阶梯式卧铺活化了机灵空间，拥抱自在生活。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我们会先解析如何透过墨绿跳色墙优化空间比例，接着介绍透过玻璃隔间与斜角设计创造的优越空间感，最后描绘小空间如何巧妙植入海量收纳。玄关利用墨绿色造型墙面，用分割线条隐藏电箱。客
客厅窗边弧形跳色，在开放空间界定出休闲区，轻薄电视墙保留公领域弹性，保留空间给屋主添购软装。客房以斜角开口隐藏于电视墙后方，保留宽敞廊道，主卧双面玻璃隔间迎来好采光，化解隔间压迫感。开放式厨房造型中岛优化客厅、客房与主卧关系，玻璃隔间让仅11平小宅隔出两房，却有大空间与好采光。主卧特别设计阶梯式卧铺，创造床下收纳空间，床位则沿着梁下规划大面衣柜，并预留化妆桌，垫高厚余的卧铺创造和谐的隔间墙分割。与客厅区也做抽屉设计，增加公领域收纳，利用玻璃隔间解决了单片采光与空间问题，在11平空间创造丰富机能与满满生活感。Hello, Taiwan. 就是爱住设计家，以人文角度报道居住者故事，运用浅显易懂的设计心知呈现空间住宅美学。我们以国际观的视野，深入欧洲设计之都，掌握设计趋势与脉动，与多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建筑师、设计师与艺术家深度对谈，引领观众汲取多元化与跨领域的美学素养，并放眼亚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的国际潮流，将世界设计潮流推广给台湾观众，让您在家就能与国际空间美学无缝接轨。每周请锁定收看《就是爱住设计家》。